我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所讲的关于 Mortgage App 的一些功能啊，就说第一个就是让你可以 make money from 你的 mortgage，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mortgage optimization 的那个手续来的，你自己用也可以，你可以分享给你朋友也可以。OK， 第二个就是那个 property market 哦，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收你的那个钱，就当你放20个 listing， 300块放20个 listing， 而且还是 recycle 的。OK， 然后 design and decoration 给你10张图，就是你把你公司的你的 profile 放进去，放10张图，跟你之前做过的一些 project 来放进去，都顾客一看就明白你在做什么了。还有 free market 就是收你100块马币啊，给你放20种产品，很快就赚回来了，就是帮助大家了嘛。这个还有就是 mortgage insurance 的 legal service 的这些啊，我们的 service provider 啊，我们也让你加了300块，你放10张图介绍你自己。还有 special service 也一样，收300块，10张图在里面啊。Become our agent 啊，我这个我就卖个关子，这样子我就因为这个卖个关子嘛，对不对？对，那就是说，如果呢大家有什么人有兴趣。不管他 MCO 多长，不管能不能够出门，待在家里都可以创业，而且不只是全马，很可能到全球啊，就是这个Poppy App 的这个好处。